紅色嘅四號同埋第六色嘅七號。多謝鄧師傅，靜中帶動，動中又有靜，好難得嘅一個表演。再一次俾熱烈嘅掌聲，鄧師傅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哋有請咧鄭志權師傅咧同我哋表演，就係陳式太極拳。如果同時咧都請咧羅國興師傅咧就準備下一個表演㗎。熱烈嘅掌聲將個台交俾，係鄭師傅嘅。
掌声鄭師傅，多謝曬鄭師傅有精彩表演。好啦，接住落嚟咧，我哋係請羅國興師傅咧就同我哋表演傳統楊氏嘅太極刀，同時咧都請咧係女李潤卿師傅咧就作下一個表演嘅準備噶。我哋有請羅師傅，俾啲掌聲，羅師傅。
起咗先，多謝曬羅師傅。好啦，以下呢個環節咧係更精彩噶嚇，咁咧係一個咧係一個祝酒嘅儀式，係啦，咁咧我就等埋我兩位好姊妹先嚇，欣欣、咪咪喺邊度啊？欣欣、咪咪，你哋喺邊度啊？一個祝酒儀式正在開始噶啦，你哋喺邊度啊？唉，唔早啦，遲早唔早啦，啊！好，跟跟住落嚟咧，就我哋祝酒儀式啦。咁我哋其實師傅啦，師傅已經喺度祝緊酒咯。勤力執位就盡快上台啦嚇！勤力執位盡快上台，唔需要帶杯嚇，我哋做一個祝酒儀式。嚟緊，咁我哋攝影組又要準備咯喎。黄少平师傅、马华师傅、张炳雄师傅，请上台。聽到被邀請的師傅就不要客氣了，請你盡快上台就跟我們做一個祝酒儀式。好熱鬧啊，好熱鬧啊，站滿了，差不多站不到了，很開心。 OK， 好，我們一祝國家興旺，飲杯。祝各位身體健康，飲杯！所有太極一路興旺下去，飲杯！好啦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呢就是请
李用天師傅咧同我哋表演，哎呀精彩！詠春，咁你影埋張相先啊！啊，張師傅啊，李師傅，你幾個都要影張相先噶啊！咁我哋要稍等一陣間啊！哦，好啦，俾熱烈掌聲，李師傅，呢個台交俾你。掌声，多谢李师傅，多谢晒。刚才咧，李师傅喺度打拳嘅时候咧，我就请教咧，即系咧都系刚才表演嗰啲咏春嗰啲哥啦吓，啲师傅啦，佢话其实打拳咧就冇分啊，自己音唔音乐嘅，就体会自己嘅力度啊，随着你嗰个心啊，就同你个力咧配合去打嘅，呢个真系唔简单。俾啲再次俾掌声李师傅，多谢，系啦。接下來呢個活動就更精彩了，是吧？不是我唱歌，我唱歌你就立刻走了。就是又是一個人人有機會拿獎的時候，如果是抽獎的時候，我將台就交給欣欣和妹妹妹妹，給你掌聲，我們兩位靚女士。剛才未中獎的台呢有哪些啊？哇，大聲嗌出來，嗌下就有了。是啊，嗌大聲中獎機會會大一點，我們的經驗是這樣，越嗌得犀利就越犀利。好，第二輪開始，我們請我們的又來數一下夠不夠10秒鬆鬆先，好公正一點，我們數一下，跟跟數了，先抽彩虹先，10秒鬆鬆，系啦。
12号。有请，系有请。